有在拍了。Hello。现在秋天的，然后有没有拍到？这边还不错，现在吹北风了，看一下夕阳。这个叫在关澳，关澳这边，这边看夕阳还不错看。有没有看到我们穿工作服哦？我们刚刚去西岩看工作。然后想说太阳快下山了，这边拍一下那个这边的景，走了。我现在看一下这边，这边风景还不错，看一下啊。这边景跟我之前来看一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太阳快下山了，看这边。这边就是关澳，这是一个人工湖吧 ？OK， 绕一圈哦。这冬天来这边会很冷哦，不过这边看夕阳是不错、啊，真的。哎呀，我们等一下去山西买个炒卤味。我们走了，我们要去山西买个炒卤味，然后再去全联买个豆干。冲吧，然后回去炒一下，那配啤酒多好。然后顺便边走边拍。金门其实到处都是风景啊，对啊，看这边，是不是？这边一堆洋楼啊，以前的洋楼没看到那边，看这栋就是了，拉一下应该，没看到，中西合并的洋楼。还蛮好逛的，这后面的景蛮漂亮的。这边有整理过了，哎、欸，现在变成这样子哦。现在是河水这样狂拍过去的，这边，而且这边有整建过了，然后这边有停车场，然后这边好像去年11月份这边有办铁人三项，那时候第一次录比较冷啊，19度。我觉得这个温度还好，跑步蛮适合的。哎呀，大家不要看一下夕阳了，好，浪漫一下。哎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不要说老公没有带来，浪漫一下。浪漫呢，我们手牵手嘞，有没有浪漫？对吧？生活就是这样子啊，难道说每天你要穿得漂漂亮来这边看夕阳？对吧？只有衣服。其实还好，衣服是干净的。今天只是看工作而已。量工作而已啊。量工作要报价了，然后货车停这边，没骗你吧？来看工作的，我的小货车停这边。哎，老婆，25年了哈。对啊，你看过得都这么好，你看。25年了嘞，哇，这个景多棒啊！老婆，你看下来，哦，好棒啊！你看那个夕阳西下，这边夕阳哦，真的是也不会输那个。我再拍一张照，跟我车子入镜一下，来，这样比较有 feel。对 ，OK， 来，我们入镜一下，录下去。录下去。看，跟夕阳一起录镜，有没有很棒？真的不错哦，很漂亮。这边冬天很冷，这边来你会待不了多久，因为这边北风真的很强，很冷。对啊，这边的景还是很漂亮。你看，夕阳为我们那么对啊，你看这个景，这个 feel， 再多拍一张。好啦，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喜欢影片欢迎订阅哦，拜拜，再见。